三尺穿心，望南园。这里有诈。穿心弄。哇。照片。小灯笼上是照片吗？哎，真的有照片哎，灯笼。可是我怎么把它摘下来啊？您好，您好，想请问一下，你们客栈外面的灯笼要怎么摘下来啊？需要加一个吗？啊，好的。谢谢。哦，这不稳哦。小心哦。不稳。哇，你们刘维真的给你上来就哭了。啊！哎，让我来吧，七位，让我来。哎，你来晚一步，我已经上来了。等一下，这太恐怖了吧？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我好了。不，可以帮我接一下吗？哇！手给我，手给我。我的妈！等一下，好，这你吗？这是大张伟吧？这个就是大张伟啊。我们就把大张伟拿去刚才丢吧。可是那个丢的地方是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丢的地方在珍珠塔。